去往南京，转与我那三郎把信传，就说苏三把命断来生别全吗？我就当保接下来就要开始特殊才艺的验收了。这一关呢，每个人大家都非常的害怕。上一次潘怡君因为在我们这边曾经表演了一个彩蛋，哦，然后他声名大噪，啊，就灌了一张台语歌曲。所以大家知道要好好的表现一下。老师，你记错了，我是表演花腔，我不是表演彩蛋。花腔啊？彩蛋是我。啊，您是彩蛋。奇怪，我穿那么露，你还没注意到吗？好，你的皮肤这样多久了？不是，被天气太冷，在里面冷气，那个皮肤会冻得像五花。我告诉你，你们不要随便在我面前秀你们的童子。因为班主任已经到达泰山风雨前面不敢射的境界。那如果师傅来，你会受不了？师傅还没走，走掉了，走掉了，不要吓我。特殊才艺，自认为才艺比较简单的人先出来。太难了，我卖啊，他比较难，我更难，你更难，嗯，我的也蛮难，到拜托你先，哦，都很难的，那空腔，那我看不点是不行的，那就是花腔小姐吧，今天给我们观众朋友如何满足一下？过年嘛，要唱一个比较有年节气氛的歌，好，唱一个绣荷包，好，啊，哎，好的。喉咙这样子，大概都有多久了啊？试下去对你的前途有很大的影响。不是，初一到只有三个字，还没到十五呢，走了三个音。那这，那我们这个班不是关门了吗？不会，这高兴又很高兴，班长可以给我这个机会。太激动，对，一定要。拜托你前奏都一样，请你统一一下啊。只能唱到初一到三个字，这个呢是一个机会教育，这一笑场就不得了，很难收，这个时候就要把心定下来，喘一口气，然后这个看着班主任，弄威严，要不要看着班主任？不要，这样，因为到这个状况的时候，那个绣荷包那个已经没办法再演了，你就是。把这个歌他能不能唱到十五就可以了。休息一下，直接从十五那边唱上去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不要笑人家。我想说，我待会也会这样。不可能的，这个就不会传染。你是？我想唱一支唱国曲。唱一支。我要唱《苏三起义》。苏三起义这个不好唱的，不太容易唱，很容易笑场。苏三
搞乱。他搞乱了，不是我错。是这样吗？真的。来来来，他好好笑。他跟着你啊。嗯，好不好？好好。你来跪一下，来来来，快点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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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苏珊，我要开始了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再这样下去，那换我跪了。刚刚前面那你看完是不是觉得很有自信啊？毕竟比他们好很多。我们要比较不一样的。哦哦。寡戏。哎呦，今天都是地方戏曲，这不容易哦。哦。寡戏。这是薛平贵跟王宝钏的对歌。那先需要薛平贵先唱，那先要套件他的男生的衣服。还要套衣服？来来来来，谁帮个忙？来来来来。好。你要穿衣服也帮忙。这好像是女生穿的啊，是女生穿的啊。你先要男的，没关系，假装一下好了。男生穿班主任的外套嘛。哎，男的穿这个。穿了吗？哦，安妮请起来，现在唱这个歌仔戏就比较有一点味道了。好，现在是薛平贵先唱。薛平贵先唱。啊，好好好，来来来。红尘流悲。王宝钏，不要哭了，怎么办？还没。茶来杂担，碧杯等。太轻了啦！你们再混嘛，再混嘛，这样子还能唱得下去啊？啊？这个太轻了。段节目的高潮。在什么地方呢？后面都差不多是这样的，差不多是这样的。高潮在那个穿衣服那里。哦，那鼓励一下，鼓励。那你早一点讲。好热哦。怎么样？特殊才艺，刚刚看完以后是不是很有信心啊？不会啦，他们都可以。哦，好好好。怎么样？全都咳了。你要表演什么？今天要表演一个从来没有表演过的才艺。嗯。那个才艺呢，非常有意义。这个又要追溯到呢，这个我们台视呢一个最老的节目叫做《五等奖》。还有。《五等奖》里面呢，曾经有一度非常流行的就是手语歌唱比赛。手语歌唱比赛。对。那是要我们猜呢。我要教大家。希望大家都跟我学一些简单的手语，这样子尊重一些啊，对，盲包啊，不是，这分手叫盲包来看。
那您这也是真行。妈妈，妈妈比手语。叫我还挂包嘞。哈哈，你要唱什么歌来表示啊？这个很简单，大家都会唱，希望大家都跟我一起唱。啊。叫做看我听我。啊，看我听我，来来来来。咱们男人来一点特殊的，那能看吗？是不是？是啊是啊，今天是阳盛阴盛阳衰。哎，对对，阴盛阳来了。他们刚才表演的都是比较中国式的嘛，中国苏三起敬。那我刚好相反。好，我要把很中国式的变成很西洋式的，这个就厉害了。所以我要唱一首中国很有名的小调，叫做紫竹调。紫竹调，然后把它改成下个礼拜再来。听我讲完嘛，班主任，你不能这样，是太重色了嘛。啊，不是重色，那紫竹调跟那歌仔戏什么都差不多。但是我要把紫竹调变成 heavy metal 的节奏来唱。哦，海瑞馒头的。哦，这个就厉害了。重金属的表达，重金属的。那这到时候跟好像楼大又对，大家要闪开。哎，刚刚差一点撞。好，一根蜘蛛织喵喵，送给宝宝做管笑。笑儿对真口，口儿对真笑，笑中吹出紫竹调。好宝宝，一点一点学会了。好宝宝，一点一点学会了。可以变这样，但是今天表演的真不错啊，够热闹啊！因为补充呢，啊，有没有人觉得可以把他这种啊感觉带过去呢？怎么可能是我表演呢？彩蛋，来，好，补真。非常好，这个绝对安全。有没有人不服气的？很容易嘛。要不要躲开来一点？这个叫小刚帮忙躲开来一点。男人做的没事啊。我来两个。喂。Thank you.
再穿短，彩带耍得慢，还可以转身，还可以转身拉低一点。那我都知道。什么哪个 pose 啊？还是不要好。下课下课，起立，立正。换奏。